哇，好黑哦！啊，今天我们来到东京这边的 Tokyo Team Lab 的一个特别，应该是视觉感应的，算是museum 吧。就是马上进来呢，你呢地上呢就会要开始踩水进去，好特别。它是一个有视觉感觉还有聆听的，应该算是一个身临其境的一个博物馆啊。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里头蛮吵的，就是。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地上应该算是有点算是踩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有点像踩海绵，对，就上上下下，感觉是蛮特别的。它这里真的就是让你去感觉每一个，算是它的 artwork。就每一个艺术让你身临其境到里头去感应它。再来到了一个就是嘿嘿，先给大家卖关子，应该是视觉蛮冲击蛮大的一个地方，准备好咯。LED灯，这感觉真的是，而且下面还有玻璃镜子，你如果是穿裙子，嘿嘿，他有讲说他可以给你借裤子，免费的借吗？对啊。喂，There's two ways. 那你就照他走。That is. This is a very short.特别的红毯，又要进水了。再下来这边，他说水特别高，大家要小心。Actually, it is pretty high. It is actually pretty high. Whoa, すごい。其实蛮高的，到我的裤管 actually 有一点湿掉。Yeah, no, no, it's fine. But my ass actually got a little bit wet. It feels interesting.The thing is, I don't see the exit. Is it? Oh, yeah. Hey, no flash, dummy. Yeah. There's a lot of
大家仔细看下头的是不同的花样，花、鱼。哇，这里感觉真的蛮好的。我刚还在跟我们家人讲说，呵呵，你在这水里头走一走，可能不小心会踩到一只手机哦。呵呵，这里一定会有人把手机相机掉到水里头，这是绝对的。哎呀，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看，他的房间其实没有很大，但是他很聪明的是四周全都是镜子。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好像这地方是无止境的，哇！我们再下来，还在水里头，但是进到了一个很特别的黑房间吗 ？Is there an exit here？ 哦 ，just for watching。那这些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看，它不是 LED 灯哦，它是水滴出来，利用水滴跟光学的原理反射出来。哦，这个很漂亮。步道变成蓝色了，但是我觉得红色比较好看。哎呦喂啊，全是气球啊！哇，全是气球。他说气球会被撞到，你要小心。No, I'm doing it for the YouTube. 好的。哇。Oh wow. Oh, it makes you dizzy. That's why. Yeah.哦，这里进来会有点头昏，要小心。哎呀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往上看。小心是会感觉头昏，就因为它是地上也是玻璃，所以你感觉好像是站在里头的，你看，但是因为它一直在动，所以你会感觉好像天旋地转的，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。对，看来我们出来到一个花园的地方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哦。不同的银色的石头，银色的石头，银色的石头。
All I feel is hot. I do feel very hot. It's hot just being here. 好来，我们来到一个，哇，腾空花园，而且这花园是会动的。来看它的上上下下动。就是钻到花里头。Oh, I'm so short, I'm so short. No, it's, I think it's the water dripping from the flowers when they water it.出来了，里头我觉得蛮不错的。哎，那个你如果是没有来过的话，或者是对这种身临其境的博物馆想要体验一下，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。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哦，它是叫做 Team Lab Planet。来，大家看一下 Team Lab Planet， 这是在 Tokyo 的网站下头是写 dmm.com， 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找一找哦。